一六年了，台湾的本土政党已经全面执政，但是台湾社会依然拄着真侪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的难题，予咱带着知识重新认识台湾的问题根源，共同找出一种基本又进步的解决可能，予咱来收看《台湾学堂新医正经书》。新医正经书，周一上午11点，民视台湾台。